来来来，停停！如果你敢保证这辈子都遇不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现在告诉大家怎么办啊！来，当天我们做测试，抓住我头发，不让我头发固定，闭住。如果我有一点动弹，直接杀我啊！好，现在开始，哥，你想要啥？钱？哎，刀尖，刀尖，我给你，我手机钱都带了，我放哪放哪放刀刀刀刀上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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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钱还有个鸡腿啊！能逃脱吗？下面我给大家讲解。 刀尖离你已经这么近了，直接反抗肯定不行。要限制注意力，降低他的警惕性。我可以给他东西分散注意力，同时让他的重心、目光转移至他下面，同时他手会放松，不会一直使劲。我头往这边移，同时两个手往这边搂，搂过来，同时顶膝，看我的膝盖啊，向上顶，然后垂直马上逃跑。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会追上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丧失攻击能力了。